大家好，我是高登仔。今次姜涛叻仔啦，点解话佢叻仔呢？佢之前咪拍咗呢个1664嘅加士伯广告嘅。喂，近排咧出咗成绩表啦，加士伯咧因为姜涛咧买咗呢一个广告之后咧，原本跌两成嘅销售额。自从阿姜涛拍咗呢个广告之后咧，佢嘅广告嘅效益咧就变咗做咧加士伯咧上升咗30%嘅销售率，所以你话咧姜涛嘅效应系唔系好劲咧，令到加士伯翻身，所以咧呢个咧直情系俾咗广告商一个强心针啊，知道揾姜涛拍广告就 sure win， 直情会帮到佢翻身咁滞。